要写的窄一点。三步结构的话，我们注意，要三部分要写的相互穿插避让，互盘联络。木字旁要窄一点，横要短，竖要长。竖画顺画，之后向下垂直。铺上去，撇注意向下，点向上靠。横画越高于木字旁的横，竖画居中，短小。这两个横画刚好在这个横画一上下。口不要写太大，下面两点的形状立得要近一点，横画向右上方写的，竖钩向下垂直，越粗一点。点尽量向上靠，实际上紧下松。三个部分的话也要相对都要窄一点，这样的可以相互避让，高低要有错位，横画要短，竖钩要长。